好兄弟们又来拍雪山了，怎么今天有点不一样啊？就是咱们多开了一个天涯哥的号，天涯哥现在装备宝宝都已经搞齐了，就咱们一起转去雪山了。最近天涯哥更新也是很多啊，咱们来看天涯哥到底更新了些什么东西。首先是160级的逆天双蓝字，极限穿刺啸风诀的变身头盔16段，我去，这头盔真的是一个字。3公里算顶尖的吧。啸风诀虽然没什么用，但是这1.17的穿刺真的是 OK 啊，熔岩也很好啊，用了15点防御。另外啊，视野换了，之前不是一个双伤害一速度的吗？天涯哥觉得不行，又买了一个3伤害的140耳饰。我去，这耳饰真的是一个字顶尖。除此之外，老板的神器也已经达到了112。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整体天涯哥的号啊。穿刺头盔、穿刺项链、极限伤害的衣服啊，这个衣服也是刚买的。穿刺鞋子、穿刺腰带，另外还有综合104多的穿刺武器，全上下现在就是相当于5件穿刺。这号打三国那可是太爽了，戒指也是3伤害1速度，是3伤害。宝宝的话就不展示了，现在就等着10分钟之后一起抢雪山烟花了。这也是咱们第10次抢雪山烟花，讲道理排应该也能排到我了吧？来了，时间到了啊，咱们直接出价。再换一个号，继续出价。2个号总得进一个吧？疯狂拍。最后6秒，要出结果了，能不能进一个？我去，试图没进啊！看一下龙冠啊，哼，也没进。双子头等舱价格啊，第1名出价40000，第2名出价25888，阿达也没进啊，哼，太难了。